三小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这一只是比较讨厌的，这一只它本来就活着。再去给骑士杀一次。这样算是什么攻击？
过来。突然想到，哎，他对那个家伙的办法，我把他突然笼这边的话。我觉得浪龙打是可以，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下礼拜试试看浪龙打能不能打得赢。让你叫人，回一下体力，继续。不小心用摔的了。坏了，今天应该不要再走了。就是他，好，对来。要把它引过来就可以了，这样说不定不用借助喷火。我才是小的，现在关起来那大只。
chuẩn này. Wow, nay rồi.另外一条才行啊，这一条似乎没有办法让它会爬吗？会，它会爬，它会爬。 好像可行哦。
一连打已经伤了很多血了。不要跟那一只打，那一只比较厉害。我觉得前面那一只长枪的应该也可以利用喷火龙，就都利用喷火龙就好了。他比我强多了，是我的好伙伴。
已经撞到一次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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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。哇，没追回来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还有一招，从天上刺杀。龙附近有个隐藏门，不知道在哪。那记得这个箱子是不能开的。哦哦，飞进怪物！哦，我错了。错了，你别过来。这边吗？好像跳不上去。啊，那一只也没过来了。好。我们就继续前进吧。终于可以越过这里了，虽然不知道隐藏门在哪。来了一堆，不知道那两个箭矢怎么切换的，现在我没有箭矢可以吸引他注意了。
穿了骑下一下还烧不死。打到这一只，应该还会有一只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